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平手踏實、冇乜官威嘅人嚟嘅。佢自己嗰啲演講稿啦嚇，佢自己寫完之後咁啊俾我哋睇啦。咁有一次就睇完之後改咗好多啦。咁佢睇完之後就改咗好多喎。我係啊，我覺得咁好啲咯。咁有啲人有個印象覺得佢唔接受人意見。咁但係我自己嘅同佢一齊做嘢嗰個經驗就係話咧，如果你講到俾佢聽點解會咁做，點解咁樣會好啲咧？咁佢係會好會好接受意見。他的人就是很做事很认真，很有原则，做事很上心。上心的人有时候会给人的感觉就是说主观会很强，或者做事之后即是想他的方面。不过有时候会有一些错觉，在镜头面前你看到，如果留心的话，你看到他听人讲的时候很留心的，听完之后他自己去消化他，消化之后他就跟他自己的看法会有作一个比較或者一個參考，然後佢就自己決定應該點樣去做。以一個即係佢咁嘅位置嘅人咧，我覺得佢係好願意聽人哋講嘅説話。作為一個成功嘅人士，又喺政界上面也工作嘅人士，聆聽唔係一定要接受噶嘛。如果聆聽完就接受嘅話，咁個人就變咗係冇主見嘅。不論係同意佢嘅人或者唔同意嘅人咧，佢係好小心去處理對方嗰個睇法。